关于对数函数 y 等于 log x 的图形是选出所有正确的选项。选项 A， 因为当 x 等于1时 ，log x 等于 log 1等于 0， 所以其图形通过点一零。选项 B， 因为真数 x 大于 0， 所以其图形横在 y 轴的右方。选项 C， 因为底数大于 1， 所以函数 y 等于 log x 为严格递增函数。选项 D。因为 y 等于 log x 的图形横在 y 轴右方，若考虑牵直线 x 等于负一，则 y 等于 log x 的图形与该牵直线没有交点。因此，经由上述讨论可知，正确选项为 A、B、C。